大人，仅凭这把一招不慎遗落的剪刀，就想定民女的罪，民女不服。如若仵作，验证那人确系民女所杀，民女全凭大人处置，绝无二话。好，来啊，传仵作。 你把验尸的结果说给嫌犯听听。回大人，尸首共有刀伤32处，刀口细而深邃，确系剪刀之类锐物所刺，且剪刀上的血迹色泽与凝结度与尸首上的血迹相吻合，可见这把剪刀确是杀人凶器。好，仵作，退下。诺，嫌犯，你还有何话可说呀？大人，像我这样一个女子。 绝没有如此大的力道，能连刺32刀，刀刀深邃。难道使剪刀之人没有嫌疑吗？请大人明察。是啊，请大人明鉴啊！请大人明鉴啊！大人，这都是冤枉的呀！大胆嫌犯，休得狡辩。本官除了物证，还有人证。来呀，传人证。小人见过府台大老爷，你把昨日见到的情形。 如实陈述。诺，大人，昨日这位姑娘来到赌坊门口，行迹诡异，见到深蓝后还向小人打听过深蓝的住处。我确实是去过赌坊，可你并未亲眼所见我杀人。那要是你没起歹心，你怎么会跟我问了他的去向之后，立刻就追了过去？好了，你先退下。诺，嫌犯。 这回你还有何话可说呀，大人？我打听深蓝确是乃民女私事，但不能因此判定民女是杀人凶手。剪刀是在我外出量体裁衣时遗落的，还请大人明察，还我清白。民女叶蓉前来作证。 参见府台大人。大人，昨日霓裳跟踪深蓝，碰巧被民女看到，民女觉得有些奇怪，便就跟了出去。可是却在小巷中亲眼所见，深蓝已倒地，应是霓裳用剪刀杀死的他。怎么？你可能胡说呀！你为何说谎？ 我根本没有杀人，你怎能亲眼所见？大胆！叶蓉姑娘，请退一次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休得狡辩，给他上刑。诺，大人，诺呀，大人，不能打呀，不能呀，大人，不能上刑，不能呀，大人，不能上刑，不能打呀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霓裳。 招还是不招？我没有杀人，继续用刑，打到他招为止。你招是不招？ 签字画押，你我都省事儿。民女冤枉，民女无罪。 临头还敢抗法，证据确凿，由不得你们招。这是要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大人岂敢罔顾国法，欺担惩戒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大人怎敢强行给人定罪？大人，这不是老百姓的。
大人，不能屈打成招啊！无法呀！本官也绝非屈打成招之意，不过人证物证俱在，本官按规矩结案。既如此，来呀，将嫌犯打入大牢，隔日宣审，退堂。霓裳，霓裳，霓裳，霓裳。